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只是要亲一个很帅气的女孩子也是会让我紧张啦，因为她也是很粗鲁。导演在拍那场戏的时候，他有制造一个很好的氛围，而且那场戏又是整部电影的杀青的戏，所以就是大家拍的是特别开心。我其实就是很刻意啊，很刻意的连接，就是还是希望也有什么艳遇或什么在国外或者是在哪异地，所以还没有什么经验呢。我遇到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应该就是遇到我现在的 partner 吧。谢谢你们看我们的电影，对、嗯、然后我希望你们在这个电影能够得到很多的启示。今天拍了一系列美美的照片，所以希望 Les 的读者会喜欢，然后多多买回家看，不要只是翻一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炯恩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以兰。我们会出现在 Les 28 People 单元，1月号见。See you.